布开示过，就是如果结缘自存的礼佛大忏悔文给别人的话，给别的同修，可能会导致别的同修为自己背业。另外一个开示有注意到，就是在初一十五的时候可以帮助家里的孩子念礼佛，那请问师父可以使用自存的礼佛烧给家人吗？如何祈求可以请菩萨帮家人消业障，而不使家人为自己背业呢？感谢烧给对方不一定给家人背业的，指的是那种，指的是帮家里人帮他背业，因为他小房子烧得不好，念得不好。好了啊，好啊，感恩师父。